我知道您特别有文化，您特别特别有文化。我拍完了戏以后，像小楼风景，对，我上街了以后，到街上，人们不叫我名字了，都叫李婶儿，李婶儿啊，李婶儿。我去天津，嗯，拍那个没事偷着乐，是冯巩的一个戏。我要那个戏让我说天津话，我就上街走走去学天津话。结果这个时候呢，一个司机，哦，车就停我眼前了。哎呀，这不是李婶儿吗？啊，哎呀，李婶儿啊，你能上我车吗？哎呀，那个，这就，我说热情，不，我说正好我要打车，我要这，那嘛，您赶紧上来。